大家好，沙天，今天更新完了 1.59 版，哇，我这个积很久的这个普通抽终于有宝了，所以说赶快把这个密林之刺齁放上去。好，那其他不等了齁，虽然说我们还有很多空位齁，但是这些都已经五星了，但是至少呢这个绿玉是满的齁，所以说还能放上去。那至于说其他的话真的是已经没办法了齁。好，那我们就来个普通250抽吧。上一次这一个这个先锋符的160抽齁还不错，中了两只 SP 的英雄齁。那我们就这个怎么讲，就是抽抽看吧，然后好友抽好也有机会抽到 SP 英雄齁。那唯一抽不到SP 英雄的大概就只有这个种族抽了齁。好，那没关系齁，我们就把现在手上有的东西都给抽一抽吧。好，首先是这个好友30抽哦。好友30抽的话不期不待。30抽啊都没有齁。好，然后呢再来齁，再来就开始齁，重头戏 ,250 抽齁，看看会不会中什么东西哦。好，第一个哦马上就来了齁，这个格拉尼特齁，战战战战战。好，再来。20,30, 没有，保底出来了。好、哦、40, 是米沙卡 ,50, 又有齁、哦、是这个塔利 ,60, 好、哦、70, 好、哦、又有齁、哦、格拉尼特齁、哦、睡。然后呢这个的话我当然是选择绿玉啦、啊。密林之刺啊是莱卡齁、哦、好我们来合一下齁、哦。好没关系齁、哦、慢慢来诶、不急。好看一下绿玉的格拉尼特我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哦还不能升这个神话是不是？好，再来，好，再来哦，十、二十，这没有保底，好，保底出来了，哦，30保底，是，哦，又是风虎塔利哦，好，再来，哎呦，十又中，哇、哦，连续两个，哦，不错，这两只我都觉得不错哈、哦，凯伦跟这个阿斯塔，凯伦的话，在这一次这个斗技大会的话，还蛮好玩的哦，好，然后再来，十没有。刚刚连续中两个嘛，又没有，好保底了，诶阿斯塔齁、哦、也是不错齁、哦、我刚刚说我是想要斯加莱特，然后 SP40 就来了齁、哦、这个看来刚刚是抽多少了 整整150抽齁、哦、中了一只，我上次是160抽中两只，所以150抽中一只不错啦齁、哦、又来哇这个就是乱跑了，因为你那个心愿清单这个你还是有你还是没有射满嘛，所以刚刚那一只这个火枪兵的话就是他乱跑了，结果还跑出一个这个肥料角色哦。好哇塔利也满了齁、哦、哭哭啊又有一只角色毕业了齁、哦、这样塔利也要放下去了。好那就再继续吧 ,90 抽齁、哦、,90 抽。船长齁、哦、船长是这一次这个新的那个什么历险盛夏盛夏探险记齁、哦、这个船长应该是这个属于 BOSS 级的角色。好我们又中了这个凯伦夫人齁、哦、再来。哦不错十哎所以斯加莱特齁、哦、斯加莱特我毕业了没啊齁、哦、我一直想要斯加莱特毕业。哎毕业了齁、哦、这个毕业就不会难过了齁、哦、斯加莱特肯定用得到。哦这个齁、哦、这个攻击力多加上去呢这个打高伤肯定会有帮助的、哦。好五星的斯加莱特耀光我只剩下两个没有五星了。好没关系再抽哇密林之刺一只都没有呢。这一次密宝小王应该会要你上这个艾伦哦。好保底了。这是索尼亚诶不错有一个耀光的。十二十啊没有了齁、哦。有一点点小平淡齁、哦、那但是还是不错至少有一只 SP 的狮子嘛。好那我们来看看齁、哦、两个绿玉可不可以中那个艾伦哦。卡兹再来。中了还不错耶说实在。哦至少齁、哦、这个不求人齁、哦、到时候我可以自己解这一个这个什么那个密宝小丸的任务哦。好我们来升一下哦。金色齁、哦、金加对不对齁、哦、马上齁、哦、什么都不欠齁、哦、就是肥料最多。来吃这个女骑士。哦还有得吃嘞齁、哦、奥斯卡也吃。哦这样子哦升蛮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晶齁、哦、生命之树啊碎啦升一星好再来咧还有什么可以抽的啊、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就是纯抽啊、哦、那个奇境探险齁、哦、我们再另外一集录诶好像没有了齁、哦、时光辉记十个好啦继续抽我的这个火魔啦啊没有好布鲁特斯嘿啊也没有好啦那影片就先到这边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别忘了输入对话码 ZZT0318 哦。